我拄则看到恁后生，虽然伊的病我看无啥清楚，啊，不过唔知为虾米，我感觉对伊有一种讲袂出来的亲切感。可能是因为伊甲阮俊杰有足侪足同款的遭遇，我唔知有这种感觉。尤妍妈妈，在我的心内，你永远都是这么温暖。虽然我无会继续在你家做你后生，不过你对我的好，我这世人永远都袂放袂记你。暖姐，我今仔专工叫尤妍带我来啊，就是希望你甲老徐会当回去上班啦。啊，我拢已经亲身来啊，你应该袂无法面子啦吼。我，你来坐啦，你来坐。来坐啦。头家太太，啊，歹势啦，小坐者，来，您别啦。啊，多谢多谢多谢。拄则是甲你讲耍笑的啦，我一定啊爱有因啊，陪我来就是希望恁阿母会当看到阮的心意，会当转来甲阮斗三工啊。妈，哎，阿恁人家来，你若无提早我讲，我头家甲太太嘛才打来无外久尔。阿康。你是阿康对无？真正是你嘞，咱才拄好啦。你是方姐后生啊，咱两个咧才有缘呐。哎，探姐，玉琴，啊你哪会识识方姐后生啊？唔，那是识识。当初我去帮山顶的时阵，就是伊甲我救的啊。我哩想要好好报答伊，结果今仔佫拄着伊。真是嘞，你叫我阿康对无？阿康，多谢你哦，多谢你救我先生的性命，你真正是阮李家的大恩情人，我一定要好好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呢。是啊，无啦，这无啥，我嘛是拄好拄着，才去甲救的啊，迄莫放你心内啊。阿康啊，想袂到你捌救过头家，哎呦，啊伊即摆亲身来咱家，请咱回去李家，真正唔知要安怎家己转呢。我嘛是袂到头家。伊会搞认出来，而且佫这么主动要搞报答，讲起来，我真正感觉我足见笑的。唉，但是讲实在的啦，若是会当转去你家哦，嘛是袂歹哦。那个，千度、四嫂、李家进，对。而且总经理哦，嘛替咱家迄债务还了，安尼厝内底哦，会当较轻松啦。杨哥哦，迄吕俊杰，逐天踮伫李家呢。咱若是转去李家，迄吕俊杰唔知哦，佫会做出甚物恐怖的代志。